看看，呦呦呦呦呦呦，别别闹别闹别闹，八斤多重的大扭龙，看看多大啊！这个我也要了啊！哇塞，这是东星斑。好家伙，你吓我是吧？一会儿就把你给吃了，我让你跟我俩蹦的。哇塞，我他不会再抖了吧？这是我最爱吃的鱼，兄弟们，好看吗？看看，啊，通红东星斑啊，这个肉质特别的嫩，这个要了。行，然后按照我刚才说的这些东西，然后再配点这个，按照我们几个人的量再配点菜啊。行，哇塞，这么多海鲜啊，期不期待？整吧。OK， 兄弟们，现在先上来了三道菜啊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来，首先他把这个帝王蟹的蟹身肉啊做成了一个避风塘椒盐口味的，然后你再看这里，这有一个拼盘，他是把这个蟹腿和蟹钳肉呢做成了这种等会儿涮火锅吃的啊。你们来看看这个大蟹腿肉，我的妈，看得到这个肉的纹理吗？来，服务员先帮我把这两个烫一下，然后你们再来看这个啊，羊肚菌。